毒虫遇到警方盘查，表情无奈，不断东张西望。刚开始还相当配合，但下一秒趁远景不注意，当场开溜。警笛声大作，远景拔腿狂奔追了上去，但嫌犯瞄到一间没有关门的公寓，随即冲上楼，眼看甩不掉，再从三楼窗户直接往下跳。目睹这一幕的远景看傻了眼。被盖给人被盖编了，我们还在说哦，不要跳，不要跳。那时候我们看的也很紧张啊，我没有胆，我不敢下来看，怕说看到那个现那个现状啊，不知道什么样。发出很大的声响哦。有，他这个瓦片整个都破了。遮雨棚破了一个大洞，现场凌乱不堪。21号晚上11点多，三重捷运路巷弄内，因为嫌犯毒品通缉有案在身，才会跑给警察追，情急跳楼。他的女友也在趁乱中骑车离开，丢下李姓嫌犯一人。该名男子在送医的时候，我们有查证该名男子的身份，然后经查是有毒品通缉，然后是有执照的情况，然后现在目前等他出院之后会办理移送。毒虫畏罪这一跳，全身伤痕累累，包括头部、颈部几乎全身挂彩，所幸没有生命危险。早知道乖乖配合，才不会逃脱失败，把自己搞得非常狼狈。记者侯伟翔、郭世阳、詹硕，新北市报道。